来，突如其来的 MC。对对对，今天的 MC 有一点点特别。我们先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NH48。非常感谢大家来观看今天的辞旧迎新公演。那么我们先是辞旧迎新公演。然后我们从谁开始自我介绍呢？小双，从小双吧，小双吧开始自我介绍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我是你们的沈之灵。我是小双沈之灵，谢谢大家。小双，我是草莓文晶晶，我的眼睛亮晶晶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文晶姐。我对你爱爱爱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爱陈光慧，谢谢大家。用温暖笑容治愈你的心，用两米长腿跑进你的心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的张欣。谢谢。我说小戴，你说萌。小戴萌。小戴萌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SU 的萌，谢谢大家。春节快乐，鸡年大吉。哦，谢谢大家，祝你们那个新春快乐，鸡年大吉，然后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的王龙角，大家可以叫我饺子。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公演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2的徐真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那我们这个 MC 的话题就是因为新年了嘛，就是要说一说自己家乡就是年夜饭的一些习俗。对。家乡。就是哎呀，你就说上，来，我们从这个新人开始。年夜饭啊，一道菜啊。对。你们年夜饭就吃一道菜啊？对。你家鱼，年年有鱼。哦。然后鱼。汤圆，团团圆圆。你们不吃饺子吗？我们不吃饺子。你看你嘴巴上面都没颜色了，波波，我给你一点颜色。好可怕啊！这就相当于是你今年吃了饺子了，波波。怎么接啊？然后其实我觉得的话，年夜饭现在吃什么已经可能不重要了，很多人家里面吃的东西外面也都可以买到，最主要的就是可以和家人团聚在一起比较重要吧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年年有余，谢谢。我家的话每年大概就是跟你们差不多吧，鸡啊鱼啊鸭啊，就我想一下，还有饺子呢。饺子，巧了，我们家也不吃饺子，谁过年吃饺子啊？是吧？我们家啊，我刚才是鸡啊鱼啊鸭，平时也都吃啊。啊，过年为什么要吃饺子啊？就是北方的人应该都吃饺子。过年不是应该吃汤圆吗？我记得我就是初一的时候，南方人吃饺子，不是冬至吃的吗？是吗？每个人可能习俗不一样。我不知道哎，反正就是每年就是初一早上，不管就是那天早上有没有事，我妈就会在早上8点钟准时叫我起来吃汤圆，吃了才能睡觉，不吃不能睡觉。对，就觉得很尴尬。反正就是一些大家就是家常比较家常的菜，就家里面，对，就是川菜家常菜。哦。耶。我就是因为我反正我不知道到底是北方还是南方的习俗，就是要晚上大年三十晚上要吃饺子，然后一定要吃奶奶包的那个大白菜饺子，里面还要放那个钱。哦，就是咬住那个。如果你吃到这个硬币的话，就会证明你这一年都会有好运气。那个钱不干净怎么办？会洗干净的吗？又不是让你吞下去，你可以就是吃到了拿出来把它珍藏着吧。啊。
好了，你呢？开始阿星，本来我在他后面的，他偷摸摸的都挤在你旁边去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人真的是，哎，那我有点抽，脸颊有点冷静，冷静，冷静哦。手动艾特慕寒，一年就这一次同台。把这个 GIF 截了发给默默，今天晚上就发给默默。没有，默默都跟人家洗澡了，我就哎。来吧。我过年，我们广东过年的习俗就是吃那个糯米饭。对。八宝饭的那种糯米饭。对对对对，糯米饭，还有要吃那个马蹄糕、萝卜糕，就是家里人自己做的那种。对。过年我回去做一个给你。好呀好呀。对，嗯。年夜饭啊，其实我的印象就是只是吃饭，就是好像跟主要的工作还是那个领红包。对，主要是初一的时候领红包，就是年夜饭的话，也就是跟平时一样吃饭，吃普通的饭，就是不一样，就是它是年三十吃的。嗯。问问你呢？我呀，好好好。然后我的话。其实我们家也没有专门要吃什么菜，然后一般到了这种重要时刻就会拿出我爸妈的拿手菜，然后我爸爸最拿手的菜是红烧猪蹄和红烧牛肉和烧白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真的只是扫北，扫北，哎，扫北，扫北，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。那你们真的只是年三十吃吗？其实这个就是你们说的，就是梅菜扣肉，我们那边叫的是扫北，对，四川那边叫的这个，对，超级好吃。是，就是因为以前不会，因为我们家一般就我们一家三口过年嘛，所以一般不会做这么多菜，但是年三十就会。早上很早就起来，然后就做很多很多菜，然后就很幸福。谢谢。小双呢？我的话，我突然觉得我太幸福了。我家过年是真的跟过年一样，因为我爸会在小年夜的前一天晚上特地去列一个清单，第二天要烧什么。因为我家以前有开过餐厅嘛，所以就有那种很大的那种圆桌留着，然后每次到过年的时候，我爸都会把那个圆桌拿出来。虽然家里面只有四个人加一条狗，然后但是会把那个大圆桌拿出来，对，我们家有，我们家也是，你们一起吃吗？对，就转盘那种，然后上海人肯定都知道，肯定会有酒酿圆子、八宝饭、海蜇丝、皮海海蜇丝，反正还有那个就是松子桂鱼、虾仁、炒青豆那个什么的，还有什么就是炸猪排不能少，土豆丝拉不能少。特别多，你知道吧？而且我真的觉得过年就是该过年。我前两天特地去买年货，买掉500块，哇！而且全是零食，过年就是过年啊。对，就是买来不吃也要买。就是对，想好了，回来再减肥。所谓置办年货就是这样的。哎，我们都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那好吧，我们马上有请下一组小伙伴上来吧。拜拜。